这个星期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课，谁发谁明认了？识谁？谁发明了筷筷子，子？非常好，谁发明了筷子？谁发发明？明了筷子？大家一起，谁发明了筷子？谁发明了筷子？非常好啊！好，现在你们告诉我什么是发明？我们还没有看书，我们什么都没有看，我们可能不知道这个生词，也不懂它的意思，对不对？不知道，发明是什么？什么是发明？好，我们中国 No, 人用 how 筷 to? 子，我们中国人用筷子，对不对？可对。是我们不是一开始就会用筷子的，一定有一个第一个用筷子的人。啊，所以你知道了第一个，他想起说，哦，中国人吃饭，哎呀，那怎么办呢？所以一定有一个第一个人，这个人他发明了筷子。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讲发和明。那么你看，一个发，一个明，发明没有生词，都学过，可是它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发和明放在一起，它是一个新的词，跟我一起发明，跟我一起发明，发明，发明。好，回答我的问题，回答我的问题，好，大家一起，能看问题，第一个问题，Run，你帮我念谁发明了筷子？，Raymond。谁发明了手机？那个声调好像有点不太好啊，谁发明了手机谁发明了手机？？Run，谁发明了电脑？太好了，谁发明了电脑？好，下一个问题。谁发明了啊，这个是什么？是钢吗？不是，钢是我们现在我们正王在用的 Zoom class 是什么？Online class。王网络是哦，我们网的络网 Internet 啊，谁网络发明了网络？网络，谁发明了网络？Run，谁发明了电梯？哇，电梯，电梯，所以你看电梯，电梯。不错，Raymond。谁发明了电话？太好了啊！谁发明了电话？Run，谁发明了冰箱？哎呀，太好了！谁发明了冰箱？啊哈，好，Raymond，谁发明了空间？空什么？空什么？哦，空什么？空调，对，谁发明了空调？空调。Run。谁发明了飞机？太好了啊，Raymond！谁发明了洗衣机？好，洗衣机，大家非一常起好。哈，Run 和 Raymond 一起，以上，以以上上，这些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Run，你能看得见吗？看得见。好，最伟大的，什么是最伟大的？什么是最伟大的啊greatest？Yeah，the invention。greatest 发明啊，the greatest 发明啊，好，这些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然后呢，Run，Raymond 一起，其中人大部分都是美国人的发啊，明。所以其中大部分都是美国人的发明。好，这些这些东东西西我我们们几乎每天每天在用。都让我没听见你的声音，一起来，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我我们们几几乎乎每每天天都都。在用，非常好，每天都在用。每天他们他们
他们不仅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有关系，而且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太好了，这些发明，改变了世界。今天的第一个词，什么什么起来，什么什么起来，第一个词，什么什么什么起来，大家一起，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看起来，第二个。听起来，不错，第二个是听起来，然后呢，读起来，再然后呢，说起来，对，然后是说起来，对不对？下一个，让你能看得见吗？看得见，好，下一个，坐起来，坐起来，好，下一个，写起来。不错，写起来，写起来，再下一个，吃起来，不错，吃起来，再下一个，欢起来，想起来，吃起来，穿起来，想起来，好，第一个词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句子是谁帮我？不像你想的那样。 不像你想的那样怎么了？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一点都不懂，我完全不懂，谁帮我一下？真的不懂，不想，一点都不想。所以怎么了？ 我们常常有一件事情，我们说，哎呀，容易，很容易，哎呀，不难。我们说的时候觉得不难，可是等我们怎么了？我们做的时候，我们觉得，哦，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听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像，好像，不像。 不像你想的那样，所以 this the way you think is not as easy. This is not the way you think it is. 谢谢，所以非常好，这个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不是像你想的那样。 This is not your way. The way you like you think about you think or you expect. It's not the way you think. Yeah. It's not the way you think. Okay. 好，这件事听起来。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你也可以说不像 Raymond。不像你说的那样。这件事听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非常好。所以这件事，我听一听，好像不难，可是做起来就没有那么容易。事情都是这样的，事情都是。这是第一个词，什么什么什么起来。什么什么什么起来，什么什么什么起来。